所以你到了德国去之后，你有发现德国人学音乐的方式跟台湾有什么比较根本的不一样吗？根本的不一样就是他们会真的去感受，我觉得感受音乐，他们比较真的会去感受音乐，他们会很容易被感动。我觉得在台湾比较是大家都很重视特技、技巧、技巧，然后看起来有没有特技可以表演，很炫目的那种表演。对对，就是在台湾这个很重要，是，当然在那边这也重要，可是对，更重要的是要感受，我都可以感觉出来他们的观众有没有跟着我的音乐在呼吸。我在弹的时候，我都感觉得出来，就在干净的地方会安静。嗯，也不是说忍住咳嗽或什么，可是你他的是很专注，你就是不会这样乱咳嗽或什么之类的。是，他们就是我感觉得出来他们有没有被感动，有没有真的在我的音乐里面。嗯，我很享受在那边比赛跟表演的感觉。嗯。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作为一个钢琴家的生活，但是作为一个15岁少女的生活，你平常喜欢看什么书呢？在德国生活应该会比较 easy， 让你比较有余裕去看接触到很多钢琴之外的事。对，我看了很多电影，然后我对某一些小说很有兴趣，比方说是那种你知道《饥饿游戏》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，我对这种小说非常非常有兴趣。是，我小侄女好喜欢看那本书，她有推荐我看。你有推荐你的父亲看吗？有，我不只推荐她，我叫她一定要看，不然我因为我要跟她聊。你要跟她讨论这本书。对对，因为我很喜欢跟她讨论一些东西，一些事情。是，所以她就《饥饿游戏》是比较我很喜欢女生为主角的书，因为我不喜欢英雄救美，我真的是。有点受不了，太多了。小时候当然也很喜欢，觉得哇，好梦幻哦。对，可是现在不是这样，现在不会。嗯，英雄救美太老套了。然后电影，我很其实就那种动作片，有时候当然会看，可是我也很喜欢。其实，比方说二十世纪，比较1910几或者什么1930，就是这种战争时期的片或什么。你喜欢看战争片啊？不是，不是，不一定一个战争，比较过去的片，哦、就是那个人。然后，因为我会有时候看电影，还是会看他们的服装、化妆跟，而且我觉得那个时期1930左右、时期的人有种慵懒的感觉，然后、然后他们会画很红的口红，然后抽烟什么的、那种。整个意境就是那种电影的感觉，我也很喜欢。除了现代的这种，比方说蜘蛛人啊、变形金刚什么，这个你还是喜欢的。但是你格外喜欢1930年代那个时候。我比较喜欢像你，或者是那种饥饿游戏的电影。对，哈利波特我也蛮喜欢的。就是，反正我也没有一定喜欢哪一种，可是就是有一些，好，其实学音乐这条路还蛮辛苦的。你有想过要放弃这种念头吗？其实说实在，我没有真的想要放弃，我只会觉得很烦。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不要学了，我没有这样想过。你很喜欢当一个钢琴家，或者是朝向钢琴家的路迈进。对，你真心喜欢他耶。其实我也没有，我很少去想我到底真的喜不喜欢。可是我既然我想说，既然我会享受在这里面，我想应该就算喜欢吧。我不会想说我喜欢或不喜欢，就我如果问自己，我也问不出这种答案。我觉得我很享受做这件事情，而且我有办法一起做下去，不会痛苦，不会什么，完全不会。那应该就算是喜欢。是，那是喜欢。其实曾经有媒体问过你，就是你被誉为是第二个郎朗，我相信你应该。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比喻。你觉得你之于一个音乐家，你的特性是什么？跟别人最不一样的那一点是什么？对，我是不喜欢什么第二个郎朗，因为郎朗是郎朗，对，谁都是谁。就是我听过很多人讲说，谁是以后的郎朗，以后的继承人什么这种，对，什么王宇佳是女郎朗什么，我都听过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每个人，不需要用别人来称呼另外一个人，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，然后。也不见得说第二个郎朗的意思说跟郎朗一样吧，还是就我就不懂。我觉得我如果我也不会去想我有什么特色，我想比较大胆吧，就是很不，搞不好这是出生之犊不畏虎，搞不好我以后会怕，我也不知道。因为我现在我在准备表演的时候，就是我不会真的准备到100%知道我这时候要做什么，然后刻在脑袋里那种，我比较不会这样子，我会在台上。
你会让自己有一点点放的那个空间，对，可以放的空间。有时候也许不熟，可是不熟反而会，不能说真的不熟啦，是说没有到会变得磕到脑。我觉得磕，如果在我这磕到脑袋里会变得无聊。嗯，我没有办法弹出一个真的自己表现，我觉得变成只是在反应动作。就反射动作这样子，演奏会的现场可以表现自己一点的，对，就还有跟观众感受得到，会不小心就会感觉到观众。像我在德国，嗯，我相信我在德国弹，就是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我觉得那一次我自己都被自己，说起来很怪，可是我自己都被自己的音乐感受到，因为他们很配合我，然后他们这样子的安静，我可以，就是我会更想要表，就是怎么说。我可以更在那个意境里头，自己在那个里面，然后更感动他们或者什么。嗯，其实讲这个我可以感受，哎，就是有时候作为观众，我们在台下听到台上的音乐家的音乐的时候，仿佛我们也进入那个世界，然后跟他在同一个频率里面，然后整个音乐厅的人就是感受到那个气氛。对，然后那种互动其实是很感人的。我很希望是这样，我很喜欢这种感觉，我最喜欢的感觉。是，今天谢谢李奇瑞来到棚内，谢谢，谢谢。